应该喝酒有多糗？看表演，看表演。你刚才多久啊？你蛮紧张的。Nope。外面。啊，我知道点黄沙最新的歌。你在干嘛？帮你卸头发。太头发吗？对啊，太头发。嗯，太头发。小心啊！还有吗？帮我按摩一下，谢谢。按摩一下，谢谢。这边还有一个。按摩一下，谢谢。按摩一下，谢谢。按摩一下，谢谢。求和，求和，姐不要轻易原谅，要轻易原谅，嗯，要十个原谅，对，我不接受道歉，我只接受贿赂。会不会杨佑宁刚好也有空呢？哎，就一问下，他还真的有空呢。发现其实我们没有那么没那么好，每天也就是都在家里面隐隐发呆。非常感谢他们两个来为我拍摄《别再留下》这支音乐录影带，这样子。对，有点老，对，有点奇怪。现在谁在用录影带？是谁啊？对啊。还是我们真的就是发行，真的有发行出一个音乐录影带，还附赠一个那个车子的那个倒带的那个，放进去。好了，我们现在等我们女主角，她在补妆。补妆？分钟。她还需要补吗？有话吗？这件衣服真的很热，我现在会吓一下心虚了。我刚摸到你，哎，那个大哥，先回家。只有十分钟了。对。会不会他等一下一进来变成男团偶像？就哇，眼底眼线狂。他是不是在跳脑部生了？他没有不一样，没有什么不一样、啊。好，你先，那我先了。今天呢，我是一个看起来人好像很犀利、有点狠心邪恶的乌苏拉姐姐，但其实我是个大好人来的，因为我用一种非常温柔而坚定的语气劝说你别再留下。我就是游上岸的美人鱼，然后来寻找真爱，没有想到弄得一身伤。基本上你们的生活里所有东西都要经过他的控制欲的审核。天蝎座，你就 no no no， 那你就转。心里却又很向往。我被设定一个，我不去他小美人鱼啊，你怎么去？不是王子哦，对，你就是那个王子啊。大家都会对王子有一种既定印象嘛，就说哦，好像很温柔啊。但是有所有的爱情都不一定是美好结局，或者是像你想象的那样。那他今天就是饰演一个，就是刚好你溃败，都有几款渣男。伤了，下班吧。我在临下来哦，这很不真呢。剪进去用，不要用。喂，你好，真心没抓过，这第一次抓，居然为了一个家暴男要杀了我的同类。有时候有些人
我们旁边的人看很清楚，但是他们当局者迷，自己看不懂自己的感情状况已经出了问题，然后而不肯离开。所以我就用一个希望我所看到的事实，而是你没有看清楚的东西，但我告诉你这样子。嗯，我说他在海底对小美人鱼喊话。我还记得我们在拍戏的时候，莉拉就是在我的对面化妆，边化妆边清唱一首歌，嗯，然后其实听着听着是会感动的，她只有清唱，没有任何的音乐，嗯，然后在大清早5点的时候，她也是，会不会是因为你还是很想睡觉？是不是哦，不是，不是，真的很感人。所以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 Ella 的声音很有代入感，一听到这首歌的时候，我的画面砰砰砰砰就出来了。嗯。你找你的。我现在要情绪都是都是。我其实没有主动约他们两个，是导演提出了这个 MV 的女主角可以找景华来演。他们去询问了以后，景华竟然答应了。然后结果呢，我先生呢他就也非常厚脸皮的想说，哎，那既然景华答应了，会不会杨佑宁刚好也有空呢？哎，就一问之下，他还真的有空呢。发现其实我们没有那么没有那么好，每天也就是都在家里面隐隐不待见。对对对，今天是3月14号，是非常浪漫的白色情人节，然后所以Ella有准备说浪漫的话要。是的，这是杀青的意思吗？今天呢，非常感谢他们两个来为我拍摄《别再留下》这支。音乐录影带这样子，听出来有点老。对，我想说奇怪。现在谁在用录影带啊？就是爱他。对啊。还是我们真的就是发行，真的有发行出一个音乐录影带这样，还附赠一个那个车子的那个倒带的那个，放进去。我知道跑车的。那他是一个还蛮懂得节制的孩子，像比如说他现在已经到了那种会打电动的年纪，然后就会跟他讲说30分钟，然后他就会自己去拿我们煮饭的那种定时器，定30分钟，然后时间到他就会把它关掉这样子。你想要给我的干妈吗？哦，我不是，嗯，我没有。我干妈是不是要给他一些财产啊？我送给静宝最大的礼物就是没有手足，对，没有人跟他抢啊，都全部转播你弄你的啊。静宝平常在玩娃娃机的时候，要是没夹到，你会让他。就是有扣打吗？有扣打，他爸爸绝对给他扣打。你今天只有200块可以玩，那就让他玩到玩。对，但我们就会陪他一起这样子。对，那他是一个还蛮懂得节制的孩子，就是说你只要跟他事先约定好、讲好了，他就会乖乖的。像比如说他现在已经到了那种会打电动的年纪，然后你就会跟他讲说30分钟玩，然后玩了以后就是30分钟休息，然后他就会自己去拿我们煮饭的那种定时器，或者是手机的定时器。定30分钟，然后时间到，哔哔哔哔哔，哎，他就会把它关掉，这样子，很乖啦。想要给我干妈吗？哦，我不是，嗯，我没有，我没有要当他干妈。